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行销在台湾》，我是蔡慧婷，小蔡老师。我们上礼拜已经跟大家说到有关于如何去打折，如何去做定价。那我们教了很多有关不用降价也可以拉升提销售量的方法。那比如说我们上礼拜有说到，我们可以改变菜单的设计，价目表的改变就可以让消费者去销售，去选择更贵的产品。或者是我们可以用组合搭配销售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自愿去选择更好的，或是你想要他买的产品。后来呢，我们也教到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降价的方式，但是要先决定我们今天是要针对新客户还是旧客户。那所以可以决定的方法是直接降价打几折，或者是第二件几折，或者是三件其中有一件一折之类的方式。首先就要先决定你的目标，今天是要针对新客户还是旧客户为主。那我们今天还要教大家更多打折的一些艺术，而且呢不要做直接的降价，我们用很多行销学的角度跟大家分析一些很好玩的行销的小心理。首先我们要先讲第一个，任意的连贯性。这是在讲什么呢？行销理论是说，其实消费者在逛街的时候他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只是让脑袋放空，然后逛着货架而已，就在逛街而已，看到他想要买的商品，然后从货架上拿下来放到购物篮里面，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只会根据他的习性去买他所原本所要买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没有换外包的包装很大的改变的话，消费者不会做太多购买的决策，他会从货架上把他要的商品放到他的购物篮。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想要涨价的时候，可以选择不要直接涨价，可以呢用改变包装的方式，而且是隐性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图卡里面图卡有两个酒瓶，一个酒瓶呢是平底的，那平底的酒瓶是可能是原包装原价格的这个酒瓶，那可能呢就是说可能成本的关系需要涨价的话，那不要直接不要重新调整价格，而可能呢是让酒瓶底部凹进去一大块，就相对来说就是让里面容量少了一点，其实可能就是变相的涨价。所以呢可能里面的容量少了 10%， 等于是相对的涨价了 10%， 可是这时候消费者他并没有感觉到其实你容量上有做了改变，所以他在逛街的时候看到这个酒瓶，就依照他原本的惯性把这个酒瓶放到他的购物篮里面，他就没有发现你因为改了包装，所以他其实相对买到较少的商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任意的连贯性。那这个任意的连贯性其实很常运用到我们行销的一些销售和包装的技巧上。比如说呢，我们可能会去买一些麦片或去一些大卖场买一些我们常家用的食品那这些可能不会直接涨价，因为呢这些食品我们每个礼拜都会买所以呢其实你对它价格敏感度是有的所以呢如果说商家他想要调高它的价格的话，消费者一定会马上发现，那一发现的话可能就马上当场不买你的牌子，可能跑去买 B 的品牌，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涨价的话只会很快的流失消费者所以我们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改用外包装的方式，然后让消费者不要察觉你直接涨价了，我们用隐性涨价的方式让消费者不要改变他购买决策，可是相对来说其实你也少了一些成本。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所讲的任意的连贯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让你可以相对可以减少一点成本，而且其实还蛮常用在一般食品类的商品上面。那我们再讲第二个，第二个呢叫做禀赋效应。那什么是禀赋效应呢？其实禀赋效应就是简单来说，消费者其实对他心里所拥有的产品会感觉到他的价值是比较高的endowment effects， 那他就说一般人对他所拥有的商品会给予比较高的价值如果说你要他重新去放弃这个商品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时候价值会更高的，因为这时候东西在他手上，他觉得这样的商品在他手上他拥有的就会比他原价高所以你会看有的房子可能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你要屋主卖那间房子的时候，他会加了很多情感因素进去所以可能一个房子我们真的理性估价的时候，他可能就值300万500万，但是屋主可能住了20年所以你要他把他的房子卖掉的时候，他可能加了很多情感因素
可能可以提高一倍的价格，变成10,000,000来卖给你。那其实呢，不是说这房子有多值钱，而是因为这房子里面有他情感的投射，他觉得这房子他住进去了，是他所拥有的，本来就是最好最珍贵的，所以本来就应该要付更多的钱来买这样的商品。所以其实禀赋效应讲的就是说，人对他所拥有的商品啊，其实会给予更高的价格。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呢，这是从损失回避这个理论来的。损失回避的理论学者他认为呢，损失会让一般的消费者感觉到很讨厌，因为本来是属于你的商品。比如说呢，本来呢你中了100块，你会很开心，但是呢，如果说你掉了100块在路上，其实你会很难过。那行销学者他去研究出来，同样是100块的价值，可是你掉在路上100块，和你得到100块，这个失去的感觉是很痛苦的，而且是大于得到的这种快乐的2倍。所以说人基本上是讨厌自己失去东西的。那我们刚说的禀赋效应就是从这样损失回避效应过来的，所以人其实对自己手上拥有的商品是比较感觉比较高价值的。所以我们这时候会鼓励商家，如果说你想要吸引消费者来购买某样商品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呢多买，来多试用，或者是让他多或让他有一些鉴赏期先，让他把商品先拿回家，可能去享用个一个星期。那基本上很少人会退货的，第一个是懒得退货，第二个是反正已经在你家了，觉得这东西也蛮好的，好像也没什么不好，或者是呢，有时候女生逛街的时候啊，会觉得衣服看起来还不怎么样，还在犹豫的时候，那店员可以鼓励消费者去做试穿，让他穿在身上，然后你在这时候再一些赞美，就说啊，这衣服穿在你身上真是美。那基本上呢，一般的女生听到这样赞美，衣服都穿自己身上，会觉得哇，我衬托出这件衣服的价值出来，通常都会做购买的决策。所以其实呢，适时的让消费者去试用，或试闻，或者是让他有鉴赏期限，让他去使用商品，都是让你的商品可以增加销售量的方法。而且呢，其实我们行销还有一个理论叫做维持现状偏误。就是说人啊，对改变啊是感到害怕忧虑的，所以他尽量都会维持现状，或是做最小的改变，这是一般人的心态。因为人都是喜欢现状，不太愿意拿一些新的东西去换手上已经有的一个物品。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商家，或是你有在做生意的，把你一些无形的服务包装成有形的商品，变成实体的物品，让消费者呢可以拿在手上去做体验，这时候会比完全看不到或摸不到会更让消费者想要购买你的商品。这是我们所讲的。那我们再来讲的是免费的效应。什么是免费的效应呢？就是说一般通常消费者对不用钱的商品会更有吸引力，对他们来说是更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啊，第三种方法就是可以有一些小小的赠品，让消费者更容易去做一些购买的决策。因为免费啊，其实基本上就代表是一个零，那就是让消费者呢省去一个做购买决策一个决定。那为什么免费对消费者来说它的效果非常好呢？比如说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会点主餐，然后也会点小菜啊，可是呢，这时候你可能会想，消费者一般基本上有两种决策的方式。第一种是分开买，然后去算，我主餐要多少钱，那我小菜要多少钱。另外一种呢，他会说把所有的要素加在一起，看看这样总共多少钱，我值不值得去做购买。所以消费者基本上在做购买决策有这种两种方法。那通常都是属于第二种，就是说我要达到某种满足的时候，所有要素加起来值不值得买下去。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网络上要买一本书，那我可能呢买书觉得哇好便宜，有一本书可能网络上是200多块，那可是如果这时候加了运费呢，哇运费就要120，我想说买一本书200多，运费要100多，这样太不划算了，所以会因为运费太贵而不要去买这本书。所以消费者他在考虑他的购买决策的时候，其实会考虑到主商品还有附带的服务。所以其实呢，如果可以把这个附带服务变成免费的商品，把它包装成一整套卖给消费者，其实这样会让消费者更容易下购买决策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要适当的用一些免费服务的方式，把这个服务的项目呢放在主商品的价格里面，隐含在里面，这时候让消费者下一次的购买决策就好，而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想想看哦，在网络上商品哦成千上万，其实要让消费者能够注意到你的主商品，而且愿意下购买决策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哦。所以呢，如果你还给他多一个机会，比如说像运费哦，决定要买你的商品了，然后看到运费这么贵，就决定不买了，等于是给消费者两次拒绝你的机会，这在行销学里面是一个大忌。所以我们会尽量哦，很多东西都是免运费，让消费者好好的去考量你的主商品的价格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就好哦。所以其实呢，适当的把一些服务呢包含在主商品里面一起哦，变成套餐，让消费者去考量就好了。所以有时候免费的赠品，它的效果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惊人的。我们要让消费者主要考虑到主商品的价格就可以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讲更多免费商品的魔力。各位观众，欢迎回来《行销在台湾》，我是小蔡老师蔡慧婷。我们刚说了一些免费赠品的魔力，我们现在举另外一个行销的实验，它才会证明让你吓到赠品的魔力有多惊人。他是一个美国的行销学者，他叫艾瑞里，然后他是一个行为经济学非常有名的学者。他在2007-2008年的时候做了一系列有关免费赠品的实验。他在美国呢找了60个消费者来当成实验的对象，然后呢他先做了一组的一个实验。就是说有两种的巧克力，一种是非常便宜的，就是1美分，差不多等于台币，你把它想成1-2块钱，1块钱台币的巧克力，就是非常廉价那种巧克力。然后另外一个可以选的是26美分的巧克力，那它就是非常高档的，就是松露的巧克力，非常高档。所以就是你有两个选择，就是你要花钱去购买，有两个选择，一个是1美分的，一个是26美分的。1美分是很廉价的，26美分是非常高档的松露巧克力。然后呢，这60个受实验的人呢，他们呢，实验结果证明，他们都情愿花贵一点点的，可是有很好的享受，所以就情愿都花26美分买这个很高级的松露巧克力。好，这是第一组的实验证明，证明大家的确觉得哇，太便宜的巧克力可能是有问题的，食安问题，而且美国人又比较在意食物这个安全性，所以他们发现1美分消费者都不太愿意去选，太便宜了，肯定可能不是什么真材实料的巧克力，所以这是他们第一组的实验结果，非常正常，非常合乎我们的预测。那好玩的是第二组，第二组一样是60个人，可是这时候实验是不一样哦。这时候实验呢是也是两组，一个是很便宜的巧克力，一个也是一样是松露高档的巧克力。可是呢，这时候便宜的巧克力那个是免费的，是0美分。那个好的那一组巧克力呢是25美分。也就是说，同样的两组巧克力，只是这时候各降价了1美分。好，一个从26变成25，可是一个从1到0，就是同样的两种巧克力，然后呢价格呢只是各下降了1美分。那很好玩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呢受实验的人一面倒的去选免费的那个巧克力。刚不是说因为觉得1美分可能买到不是好东西，所以大家都不太敢买啊，情愿花26美分去买那个松露高档巧克力吗？可是这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哦。第二组的实验，大家是一面倒，情愿去拿0美分的巧克力，也不要花25美分去买高档的巧克力。所以呢，这个实验呢告诉我们，其实呢，消费者看到便宜的心情都完全不一样，就非常非常开心，觉得免钱的更重要哦，食安摆一边。所以从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免费赠品的魔力。因为消费者觉得免费的，所以其实不用去考虑成本，他只要去想说，免费的就很好了，他们不会想那么多，免费对消费者才是更重要的，所以他已经忘记了所谓的高档松露巧克力这件事情了。从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知道，消费者很容易被所谓的免费赠品所影响。那我们再来讲第四种，追加销售技巧。有时候呢，销售量不好，其实也不要急着降价，或者是我们如果想要提升销售量，也可以使用追加销售的技巧。那它基本上就是说，想要从相同的商品或类似的商品，让消费者可以买更多的东西。或是呢，我要销售一组商品是彼此产品功能有互相搭配的，让消费者一次去做选购。
哦，举一个例子，我们有时候去康氏美啊，或者去一些药妆店买一些商品，那结账的时候呢，可能这时候你已经付完钱了，那小姐或是柜员呢，店员呢，可能会说，你要不要再加个30元买个卫生纸，或加个50元啊，可以有一瓶保湿的化妆水之类的，啊，用这种追加销售的技巧。那这是我们在行销学面非常常用的，因为消费者呢基本上一样他不会发现他又多花了一笔钱，所以你的客单价其实是有提升的，但消费者却没有意识到他又多花了钱，所以这种方式可以做到价格差异化，可是又不会被消费者所发现，所以他没有想到他要多付的追加商品的价格，没有想说要把它算到主商品这次的购买里面，所以这是很容易可以让消费者多付一点钱的方法。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下图卡，我们举例有一个小菜咖啡馆，然后它就是卖了拿铁咖啡是120元啊，手工饼干呢可能就是40元，它的表定的价格是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等消费者呢决定我要买一杯拿铁咖啡的时候，当他下购买决策那时候呢，让店员去说，那我们这时候如果加购手工饼干的话只要20元，那因为已经花了120元了，所以这时候20元其实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你就不会考虑太多，而且呢会觉得有个喝个咖啡吃个饼干其实还不错，一般人就很容易呢再愿意去加购这个手工饼干，所以我们会用这种追加销售的技巧可以让消费者买更多，而且呢他们两种商品的功能是彼此有互补的，比如说你喝个咖啡再加个手工饼干都是甜的，会更满足你在甜方面的这个满足感，所以功能彼此是有互补，而且呢这个20元和这个120元比起来不算什么，所以消费者并不会考量太多，然后这时候你的客单价又从120就变成了可能加个20块或30块，变成120到140、150，所以你最后的营业额可能就会多个1成，所以这个追加销售的技巧啊会让你的整个销售量会提升，然后又不会让消费者有明显感觉到他付的价钱变多了，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鼓励大家就是可以使用追加销售的技巧，因为消费者他如果已经去购物车或购物台去做结账的时候他基本上沉没成本已经决定要付出去了，要付出去以后对他来说是沉没成本了，所以他已经不会想太多，就好像说我要买那杯拿铁咖啡，当我决定买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要花那120块了，所以这时候你再给他推销其他商品，他没有把它算进去那一次120的那个价格的考量，好，20块或是40块的追加，他并不会去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如果说想要提升销售量，也可以用追加销售的技巧。可是追加销售技巧有一些原则就是说追加销售技巧本身呢，第一个，它的功能性上是要互补。我们看有些药妆店他在做追加销售技巧的时候，或有些商店他在做追加销售技巧，他用的并不好。第一呢是功能，商品功能彼此没有互补。比如说他如果是要喝杯咖啡，你跟他说要搭配其他的商品，可能如果说两者并不是符合的，跟吃没关的，比如说你要跟他说追加销售一件商品的 T 恤，可能在互补上就比较不明显，所以这时候追加效果也不会太好。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你的追加商品的价格要明显低于主商品。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希望追加销售的商品的价格要明显低于主商品。比如说像刚刚咖啡一杯是120，所以这时候手工饼干如果是20元的话，其实那个价格落差很大，消费者并不会考量太多所以其实这时候比较容易销售的成功。所以我们说第四种是追加销售的技巧。我们再来跟大家讲第五种方法，就是用异业合作的搭售。我们呢，老师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蚁象合作，就是蚂蚁和大象的合作方式。那我们在行销学上是说，这叫吸收定价法。那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要合作的时候，我就是跟另外一个价格商品大或高很多的产品一起合作，然后让消费者觉得你的产品价格是相对便宜的，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以项合作的销售。举一个例子，假设你是搬家公司，那一般的搬家费用都是几千块，那消费者这时候会跟你喊价啦，我觉得这个家具我这个是旧家具，我觉得比较好搬，所以你应该算我便宜一点，或者是他会拿其他的搬家价格来跟你来砍价这样子。
哦，那所以会建议呢，你这时候如果跟一些房仲业者合作，那消费者如果去跟房仲业者买了房子几百万、几千万，这时候搭配你的搬家公司的服务几千块，他这样比较起来就觉得蛮便宜的，他并不会去在意你的搬家公司是多了500还是多了1000还是2000，因为这价格相差太多了。所以这时候你如果跟一个比较贵的商品合作，其实消费者对你的产品的价格敏感性就相对比较低，这时候比较容易成功。那比如说像软体业，软体比如说一个程式都是1000块，那如果说你代卖软体的话，消费者会觉得很贵。可是如果跟硬体的电脑一起做销售的话，就会觉得很便宜嘛，因为电脑是几万块嘛，所以这时候跟你的电脑去做销售，消费者会觉得没有感觉到，因为他觉得他的产品在意的是电脑的商品的主价格，所以呢，软体价格反而就觉得很便宜，你的价格就被比较贵的商品所吸收掉了。所以如果说可以跟比较贵、价格落差比较大的产品合作，其实你的商品就很容易卖出去了。只是在使用吸收定价法时要注意，你跟合作对象在合作的时候，你应该要让你的产品、让你的合作对象知道怎么样去销售你的商品，让好好的销售，让顾客知道你们商品的优点，而且呢，要去搭配好你们两边的商品的合作，是对消费者来说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商品享受，一个很好的体验，这样两边的合作才会是成功。所以在做所谓的以项合作的时候，是你要销售的是合作对象，你要完整的把你的商品和他的商品两者之间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而且讨论出来怎么样让你们两边的商品同时销售，会让你们产品变成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这才是以项销售的合作方法要成功的要点。所以呢，我们今天教大家很多一些打折的艺术，比如说任意连贯性的理论，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可以隐性的涨价，稍微改变商品的外包装。还有呢，我们说了禀赋效应，就是鼓励消费者多试用或试穿，或是让他呢有一些免费鉴赏期的时间。那我们也教大家一些适时的使用免费赠品的技巧，可以让消费者呢更想买你的商品，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追加销售技巧提高你的销售客单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最后我们今天有说到，我们可以用异业合作的方式，让你的商品搭配商品价格更贵的商品，这时候你的产品价格消费者敏感性就不会那么高，这也是一个很好可以提高销售量的方法。那以上是我们这一周的内容，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见。